在台北和平篮球馆，今天是琼斯杯的赛事，我来讲一下它完整的名称好了。2023年第42届威廉琼斯杯国际篮球邀请赛，非常的长。那今天呢是男子组的第一场赛事，男子组的比赛日期是8月12到8月20，为期9天。我们中华队又分两队，中华蓝队以及中华白队。这次参与的国家不止我们自己中华队啊，还有日本、韩国、菲律宾、阿拉伯、伊朗、美国、卡达等9支队伍参与。那其实不止男子组，还有女子组的比赛，但是女子组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是8月5号到8月9号。那很可惜，我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来看这个赛事。那今天呢，我有时间，所以我现在来到现场来支持我们自己中华队啦。跟大家回顾一下，就是琼斯杯的历史，它其实在1977年就开始了。疫情的关系呢，中间停办了3年，2020到2022都没有举办，但是暌违了3年，2023年又开始喽。这个是我今天的票。这个票超划算哦，你一票在手，你整天赛事都可以看。You make everything easy, everything except leaving off. I'll never make you my enemy. Can't get enough of your energy. Know that you're feeling the same way. Yeah, we live it up. 今天的球场赛事其实已经开始咯。那我自己看的是中华队，所以赛事是5点开始。那前面就是进行别的国家的队伍在比赛，现在里面就是进行的美国跟卡达的比赛。我现在已经提早进来找座位坐了，因为他这次的票是你可以开一整天，所以你随时什么时候进来都可以，所以现在先进来可以说是提早进来抢位置，这样子趁人少的时候赶快先进来坐了。1点是卡达对美国，那待会5点就是我们自己中华队的赛事喽。那准备开始了。日本队也上场热身了，开场表演要来了，开场是彰化国立里拉拉队。看起来很小。
到哎、欸。刚刚得知日本队其实都是大学生来参与这个赛事，现在呢就等待中华白队进场。第六检查员 ，Single Umpire 黄云轩，台北来自台湾。十号一出发的，从台北的一号刘川峰。现在日本队对中华队要开始，现在就来看一下日本队的羁绊会不会赢过我们自己的中华队。哎呦，好，我们要罚球喽！好的，请回来执行罚球。我觉得今天的比赛最大声就是那个哨子声，那个一吹，那个耳朵都要爆炸！我的天啊！哇，我们在过去的这三分多钟，我们就打了一波12-0的攻势。第一节结束了，现在是29-9，领先20分。我们中华队现在也不得了，刚刚的那一次表现得很好，火锅、超节跟快攻转换都表现得非常好哦，给我们的选手鼓励一下。第二节要开始了，继续加油！我真的觉得他这边的哨音太大声了，我给你们听一下那哨音有多大声。真的很大声！现在日本开始在做前场压迫了，现在中华队已经有点没有办法运球过半场。日本整个战术转换跟第一节完全不一样，现在就是用一直疯狂包夹来压制我们的选手。我觉得今天的哨声真的太大声了，观众的耳朵真的应该都跟我差不多，会蛮痛的。那个哨声大声到就是每吹一次，然后你耳朵就会这样，很痛，真的。现在第二节剩下4分多钟，来，我们的中华小将加油！我们是40-21，还是领先的哦。准备喽，来了！好了，掌声鼓励！其他表现第二节结束。但我们应该是不用担心，因为他们没有红头发的，所以应该是没事。然后现在的比分是65-45，所以还是20分差哦。You on my mind a lot, don't need no time watch, I don't
in my pocket spot. Yeah, that's bae, need you every day. You light my oxygen, make it seem like the barging them. Got my heart, no barging in. From the bed to the floor to the couch. Might wake the neighbors up. Break your wind and break my mind. 身材，每个都是性感的，所以我非常期待他们等一下会带来的表演。
蓝队跟菲律宾的比赛也要开始咯。好的，掌声送给我们下场休息队员，休息一下，精彩的表现。现场观众仿佛真的会被带动那种热情。那啦啦队部分呢，我必须说，哇，真不愧是 Lucky Girl， 极具性感与美式啦啦队的结合。我必须说，要有腿有腿，有脸有脸，这真的是我看过最好看的啦啦队表演。因为他们的性感真的有别于其他的篮球啦啦队，当然每一队都有各队的特色，但是我真的觉得他们的性感是走那种美式 power 的感觉，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举手投足都散发着魅力，男生看了赏心悦目，我们自己女生看了也非常非常喜欢。好啦，那今天就是我第一次来看琼斯杯的体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那我们下一次影片见咯，拜拜。